虫虫危机。画面上会有虫虫经过，你用捕虫拍去拍它，拍到的时候它会有打叉的形状。你有30秒的时间，看你能打到几只。这只虫虫如果从右边出去，就会从左边再进来，再从左边这边出来。时间到，总共打到6只。山乳猫咪的角色，首先我们来设置背景。汇入在 Outdoors 里面，这里有面墙，把白色的背景删掉。接着我们来准备需要用到的变数。在这个游戏中，我们需要用到的变数是要计算打到几只虫虫，然后还要计算时间。我们再复制一个背景，在这个地方用文字写时间到。文字大一点，然后让它是白色。这个背景叫做游戏中，这个背景的名称叫做时间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画捕虫拍，绘制新的角色。捕虫拍呢，用一个椭圆工具，然后用线段工具画几条线。这是捕虫拍的网子。然后捕虫拍的把手，好，捕虫拍画好了。这个造型叫做一般，另外打到虫的时候，我们让它有红色的线条。这个造型叫做拍下，接下来我们要设定虫虫。虫虫呢，用开启角色档案，在 Animals 里面，这里有一只虫，我们选这只，让它小一点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为这只虫设定两个造型。当它达到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个一个叉叉，我们给这个角色一个有意义的名称，这个是虫虫，这个是捕虫拍。
接下来我们要来撰写程式码。首先我们先从舞台的程式码写起。当绿旗被点一下的时候，让它切换到背景游戏中，然后将变数的初始值给它达到几只设定为零。时间我们用倒数计时的，所以时间预设起始值让它是30秒，然后重复执行直到什么条件成立为止。我们要让时间倒数计时一直到它的值等于零的时候。让它做等待一秒钟的动作，然后将变数时间的值增加负一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切换到时间到的背景，然后把全部的程式停止。这是舞台的程式。接着我们来做补充拍的程式。补充拍会跟着滑鼠移动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让它切换到一般的造型，然后让它重复执行，移动到滑鼠游标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来写虫虫的程式。当绿旗被点一下的时候，让它切换到这个造型呢，我们叫做一般，就是正常的时候的造型。然后让它面对某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是随机的。我们让它介于0到180之间，然后给它一个起始的位置。将 X 轴坐标设定为多少，将 Y 轴坐标设定为多少，这个也用乱数来取。X 轴坐标是负240到240之间， Y 轴坐标是负180到180之间，然后让它显示。然后让它重复做移动舞步的动作。我们先按绿旗来执行，它会卡在这里，所以呢我们让它做一个判断，如果它的 Y 坐标小于负180的时候，就把它的 Y 坐标设定为上方180。再按绿旗，它就会从同样的这个要四个。如果它是大于180的时候，就让它从负180出来，然后 X 坐标的值是负240到240，然后将 X 坐标的值设为，如果是负240的话，就把它设为240，从另外一端出来；如果是240的话，就让它设定成负240。好，我们再按绿旗去执行，从这边进去，这边就会出来；从这边出进去，这边出来，这样子你就会维持这只虫虫都在画面上不断的出现。好，那这只虫虫目前它是直线前进，我们希望呢它
会随机的转弯，所以让它重复执行。旋转，每次旋转的度数用乱数来决定，让它旋转 一点点，负二到二之间。这样子它就会一边的抖动一边的前进。接着我们要来做这只虫碰到捕虫拍的时候的反应，所以当绿旗被点一下的时候，它重复的执行。如果什么时候遇到捕虫拍呢？这里要用一个写的运算。如果它碰到捕虫拍，而且这时候是按下滑鼠的，那我就广播一个讯息告诉捕虫拍说打到虫了，所以它要变换造型。然后呢，虫虫本身也要切换到造型打到，然后让它等待个 0.2 秒，然后把它隐藏起来，打到就不见了。然后接着让它停留等待个1到3秒的时间，然后这只虫虫又会跑出来。跑出来的位置我们可以再从这个地方复制程式。然后把它的造型切换到一半，OK， 按绿旗执行。现在程式好像有点问题，这个程式没有接好。OK， 再来，当碰到它，而且按下滑鼠的时候，它就切换到这个造型。那捕虫拍也要切换造型，所以在捕虫拍这里，当它接收到打到虫虫的时候，我要让它切换到造型拍下的动作，然后将打到几次增加一，等待个 0.2 秒，然后再切换回正常的模式。好，按绿旗执行，捕虫拍跟虫都会切换造型。现在只有一只，我们要让游戏好玩一点，所以把这只虫虫写好程式之后，让它复制多只一点，让它有五只。好，再按绿旗执行，有很多虫虫在上面跑，每一次出现的是五只，打到之后就会有一个叉叉的形状。那你有30秒的时间完成这个游戏，这里时间会倒数计时，打到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，还有10秒钟的时间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了，你总共达到了9只。